那就隔天了，就隔天了。在加载哎，好，好刺激哦！嗨嗨，哎，这黑妹是你吗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以为这黑妹是你。好啦，其实是我。靠北，我以为这是你，我还想说是你跟我嗨，然后有个黑妹走过来。暴走族黑妹。等等，那我要先救人，因为我有三有三包。好。OK， 就开。暴走族。无敌的暴走族黑妹。他是一刀倒吗？我不知道没有啊，他刚刚有半血。好啊，有半血，好好好。你暴走族走的没有比我快啊？他小猪小猪。哦，稀有物种那小猪还有我们先修开一台了。哦，你暴走族大跑哦。对啊。我以为你单纯暴走族而已。我就是那个啊，暗黑蘑菇流 ，DVD 七大不可思议啊，好不好？消失的黑妹，消失的黑妹，我去救人好了。他去你发电机那台找你喽。没问题，我的消失的黑妹。干，他怎么过来找我啦，兄弟？消失的黑妹。哇！我死了，我不小心没看到他。你的善有善报嘞，我善报没了。不是他过去找你，为什么是来找我？我吐了，我以为他是去找你，我就过去，结果没想到，哎，我那个消失农黑妹直接让他找不到我，完了，我被带套了，完了，我没有善有善报了，我吐了，我要吐奶了，各位。而且还是小猪，我最讨厌的杀手，跟夹子并列，我最讨厌的之一。我怎么只带三个技能？实际上是两个，因为老人头不太可能发动。哎，救命！安安安安。你要自补吗？好，我帮你补。我没有自补，我没有自补。摸摸摸摸摸摸摸。客官舒服吗？客官。哦，这个力道还不错，可以再大力一点。这边帮你加重一点力道哦。肠子都被你掏出来了，兄弟。过重吗？过重嗎。太重了，太重了。好好好好好。我先去拆一个头套，这边旁边就有头套，我先拆这个好了。应该。给我个机会，让我一次就解开。哇，他连带三个头套哎！哦，好爽啊！这边发电机进度应该是有点起不来了，大家都先拆。我解开了，我一套解。哇靠，牛逼啊我！哇哦，欧洲人，这不是我认识的欧洲奶油，这就是你认识的我。五了，他怎么在我这？好哦，这边有没有板啊？还没板。毁灭没嘞？对啊，我猜到了，包不死，厉不厉害？厉害厉害，牛逼牛逼！啊，快问这个杀手怎么只带两个技能？旁边有个队友在猜。毛亮喽，毛亮喽。哦，原来是大卫。我干！哇，怎么被你受伤？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，兄弟？我在板下，我在板下。这补血补到一半，怎么突然过来啊，兄弟？这小猪还蛮会的。他是放你。然后他放我。看能不能帮我补起来。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
就是补满补满补满。我刚看到红光在窗前，我以为他要搬进去，因为我就在那边补，结果没有，靠，他直接过来给我一刀，吐了。来，那芋头，我们来修这台吧。OK。好，被我倒了。我们进度好像起不来、欸。对啊，因为三个头套的关系。现在三个头套没了，进度应该会起来一点了。一点吧。对啊，一点吧。应该来了，应该来了。没事，我打跑。恭喜发财，我有大跑。你有大跑？对，我有大跑。他很喜欢蹲下隐形耶，不知道。小屋那台可能要有人去修、哦。有有有，交给消失的黑妹。你在修了吗？对，快修开了，快修开了。他在我这，他在我这。哦。他不追我嘞？为什么？他都追一半的。嗯？这个小猪很奇怪，都追一半的。他在这边，那这边不好修哎、欸，我本来想要修那台的时候，我在修凉亭这台啊。凉亭哪一台？凉亭。我去找你，我去找你。看一下。我在修凉亭，旁边有一台。其实小猪的观念不错哎、欸，这个小猪观念还真的还不错，他知道说有些地方不要追会比较好，他这种观念不错。哇，他死了，怎么这么可怜？哦，他过来我们这边哦，他刚经过我们这边，他过去，哎、哇！对我怎么修开了？对我修开另外一台哎、欸欸，那他真的是被修烂哎、欸！太狠了，太狠了！小屋这边的大门有没有人要帮我开？有人帮我开小屋的大门吗？正在开，正在开。哦，他好像过去找你喽！哇，你怎么倒在门口？哎、欸，他怎么在门口？他怎么倒在门口，兄弟？哎、欸，现在没办法用那个吗？比动作那一招了吗？哎、欸，他怎么倒在门口？我也不知道，你怎么倒在门口？我想补不满、欸，因为我刚好知道我距离不够，所以我用比动作那一招，然后减少僵直，没有想到倒在门口，哭啊，不可以用了。啊！我没有办法补满呢，我的那个自补没了。哇！倒在门口。你刚那边开完了？开完了，开完了。队友嘞？队友在蹲。你先指引我去队友方向，因为我现在半截。他被追了，他用大跑哎。他是为什么用大跑？还是他来救我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现在过不去。我现在扣大炮，他被追了，他被追了，他应该是被追了。他在哪里？他直接往大门跑。对。那我救得到你吗？哇，他回去。他在大门吗？他在，对，他在大门，他在大门。他蹲去大门了，你不要过去，他蹲去大门了。
啊，他要过去救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，他又被打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自己绕路过来，绕路过来吧。好、哦，他回来我这边了，那应该是没办法。好、哦，我叫他帮我补好了。救得到吗？不知道，好像救不到，完了，啊，救不到，完了，好可惜哦，在门口被拦截到了，你完蛋了，你刚好救不到，我刚好补满，然后。好可惜哦，就差一点点。我如果再让那个队友提早补的话，我就救到你了。哇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不过小猪算蛮会玩的啦，这个小猪他的那个控节奏的能力有算不错，他有在控场。红段，还行还行，终于撞到一个红段的。对啦，他红段正常，因为这个小猪蛮会玩的，算蛮会打的，他有在控场，感觉出来。哇，那个队友逃出去分数还比你低耶、欸！你就知道了吧？真的在混哎、欸，真的在混。